立刻向防御阵地 A 到 S 报道。侦测器显示，来犯的西蒙正在试图接驳登舰载具，待命驱逐登舰者。我的，就在后面，他们就在我们后面。封闭那些防爆门，快快！我们发现目标，长官，舰长要你立刻到舰桥去，最好跟着我。救命！士官长，小心敌人！我没有装填弹药，小伙子，离开时你必须找些弹药。陆战队需要协助，士官长，尽管做你拿手的。怎么回事？有东西击中我们吗？八号甲板上的战斗小组后撤到第二防御阵地。头低下来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。他们要用我们的救生艇气闸接驳他们的登舰载具，我们出他们进，狡猾的杂碎。五号到九号甲板上的战斗预备队小组后撤到第二防御阵地。西蒙在我们上面，正在降落。人员，我是舰长，准备弃船，立刻向各战斗组驱逐登舰者，直到后勤人员离开。祝大家好运，完毕。救生舱要发射了，我们得快点。警告，防爆门要关了。西蒙正在摧毁救生舱，他们显然不想让我们到那个新环带。
我们必须利用船上的维修通道，跟着导航点，它可以带你到出口。看样子西蒙想要趁你不注意的时候逮住你。九到十二号甲板上的船员和战斗人员立刻向撤离站报道。最后一艘救生艇，快！趁它还没发射，赶快上船。现在是离开的最。